系啦，多谢你哋嘅诗歌，都系非常之贴地啦，亦都系反映紧我哋嘅生命嘅故事。冇错，我哋咧想邀请埋其余嗰三位咧，歌手一齐出嚟同各位观众见面嘅三对歌手见面。好，我哋首先就请浩南啊，系浩南。好啦，浩南咧参与咗教会嘅敬拜队咧，大约5年时间可以出嚟台面度嘅，系啦，包括咧领唱啦、伴唱、吉他同埋影音工作。诗歌咧系将人带向神嘅好工具啊，歌词更有举足轻重嘅作用。佢希望透过结合文字同埋音乐咧，以拓展神嘅国，而觅得同路人一同实践呢个目标，喺此刻同埋未来都好需要噶。好，之后咧就有请陈立业，系我哋俾掌声佢先。陈立业咧系展列点乐队成员少有嘅商界福音唱作人，灌录过多首广为人熟悉嘅歌曲专辑，包括《美丽传奇》、《手》、《睡不了》、《在乎》及《人海中遇见你》等。佢系咧电台音乐节目主持同埋专栏作家嚟噶。仲有凌东城先生，系啦，佢位极具经验嘅流行诗歌全能创作人，佢出版嘅作品总数已经达到600多首噶啦。过去咧参与过唔少有影响力嘅报道队伍啦，有佳音视团啦、四月之星同埋咧转捩点创办人之一嚟噶。之后咧就再个人发展啦，佢有著名嘅创作，有褪色的心啦、欢欣、Happy Birthday to Jesus、人生曲、默默回望、我已找得盼望、快乐常歌唱、生命的叹息、想到、爱的真谛、一个旧吉他、全能父上帝、神我爱你、转捩点、让我感恩、苦路，亦填写了预美人生写照、怎么还爱我，更有至今团契上日唱的这个家，同埋咧崇拜，成日听到敬拜赞美的诗歌，哇，真是数之不尽咯。系啊，好长。是啊，凌东城对音乐创作的热诚，不断的人生历练和上帝的造就，以累积深厚的录音制作和音乐教育等经验，盼望神让这位音乐人身上所发放的异彩，也都藉着他的音乐恩泽香港和全球华人基督会，主造就新一代的基督徒音乐人。我们再次给热烈的掌声，他们默默努力创作很多的诗歌，请各位可以先回休息室。